是不合格，你找他，你找我干什么？关我什么事？有你这么当爸爸的吗？你儿子考试都不及格了，你还不重视一下啊？我要怎么重视？我是他老子，不是他老师。学习成绩的问题是你们学校的事，关我什么事？这是你什么态度啊？难道孩子丢学校就不用管了吗？他天天作业不写，上课还打瞌睡，我讲了他好多遍，他都不听啊！不听你就打他吗？你看他把他惯成什么样子了？这个小孩子还吃什么槟榔？我是个老师，怎么能打学生呢？校长会开除我的。长得不能打，我批准你打，今天我就让你打，打呀！妈，什么？你喊你什么东西？我是叫你问老师好。老师好。过来跪下。不要让他跪啦，好好说。哎，跪下。那么屌？哎，哥，冷静一下。你还没带他成绩那么差，原来是你这个做家长的有问题。我有什么问题？啊？我九零年出生，我双子座，我年收入40万，我有房有车。不是你们两个在说什么啊？我跟你聊的是孩子的教育的问题，不是在这里胡扯的。过来的呀。我害怕。不用怕，老师在哪不敢打你的。过来，过来坐下。大爸爸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能把所有的学习任务都丢给学校啊，家庭教育也很重要的。什么是家庭教育？家庭教育是什么？就是在家里，你要教孩子做人做事，要培养他的学习习惯、思维习惯。还要多辅导他写作业，还有……你这讲什么？这胡扯！按你这么说，我们老百姓是不是都要去考个 K12 的教师证才有资格生孩子啊？哦，你们现在学校啊，干什么？上课不交作业找我们家长啊？那个上课不听讲找我们家长啊？上课干什么？有个芝麻大的事情都找我们家长？我们是不是很闲了？不用出去找工作，我不用出去赚钱了，是不是？我觉得你们都有点道理。他有什么道理？吵什么？你们两个都没有道理。一个在学校里面整天骂我、羞辱我，一个在家里面打我、追打我。其实你们两个就是那个乌龟跟那个王八，都是一样的波上。你们两个要是真想我好，就努力赚钱，努力工作，给我买台 PS5， 到时候我玩开心了，学习这个事情我会考虑的。还在看什么？吃中饭了，我。